林志玲日前被报道要密嫁言承旭，更被拍到有些圆了的照片，被传出已经怀孕的喜事，不过遭到双方的否认。工作室更透露他人将要到欧洲工作。不过24日网上突然出现志玲姐姐的婚纱照，虽然不是很清楚，还是可以看出我们志玲姐姐不变的美貌。不过令人惊讶的是，在她身边的人竟然不是言承旭。哎呦，大家别担心，其实这组婚纱照是她的工作照。她这次赴欧洲工作，就是要替珠宝品牌与男模拍摄婚纱风格的广告。尽管只是工作照，不是真的嫁了，但不少粉丝看到照片还是纷纷赞叹，直呼志玲姐姐如果真的结婚，绝对会是最美新娘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